放点盐就是增加筋性。这些得烙个手饼。嗯，春饼不是可薄了吗？嗯，可薄了。今天是24号吧？对呀，今天立春嘛，所以今天吃春饼。包个春饼。16够了吧？够了。这就擀成饺子皮大小啊。嗯。妈呀，搁油里泡啊！这是油泡。3个一摞。3个一摞。还得醒了。嗯，还得醒一会儿。3个，都是油啊。这一起烙吗？妈，嗯，然后烙熟就接它了。烙熟再接。锅里不要放油了。锅里不放油。你看这饼薄的，这饼都有那网格了。你看这个印儿了。烫手啊，这饼擀的。晚上可以开饭了。这土豆丝里头有点黄瓜丝，有点豆芽，有点葱丝就好。哟，露馅了！来，这样拿着，这手拿底儿，别让它露馅的底儿。啊，这手拿底儿，俩手。我卷点干豆丝炒着就。好吃不，萌萌？爱吃吗？天天吃行吗？行吗？腻了啊！要吃腻了，吃腻了，天天吃就该吃腻了。今天立春必须吃点萝卜，知道吗？知道吧？很轻。